我们请林文乐林委员，我们林委员发言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休息哈。主席，咱请部长啦哈，这个啊，委员公安呢？来，大家好，是，大家辛苦哈，这个部长，咱今年吼，为过年加二二八年假的这个期间吼，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影响吼，咱机场的出入境。哦，诶，这个做人数减足侪啦，吼、嗯，啊，尤其是今年二二八，诶，这个甲旧年同期呢，旅运量吼、哦，超剩超三成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咱伫咧国境边关查验的证照的这移民官吼、哦，就是咱国内呢防疫的第一道的防线，吼、哦，疫情爆发了后呢，咱旅客变少，但是旅客变少呢。咱这个相对咱的工时啊是拖长的啦，啊，拄则咱部长伫个专案报告的时都提起着吼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拖长呢，就表示讲，因为爱清查因的旅游史啦吼，一寡接触史，所以讲都会浪费真侪时间，吼，所以咱内政部所属国事呢，身为这个防疫幕僚单位呢，负责呢，启动着各项人流控管的这个配套，跨部会的这个协调，所以呢，真侪同仁呢，为过年期间甲这当今呢，几乎拢无休困，吼、哦，这为咱这个咱内政部送来咱立法院呢，新查的这个特别医生呢，都因发言讲吼，咱这个做内政部所编列的一亿外的这个做特别医生内底呢。其中呢，咱这个防疫工作的这人数加班费呢，是所占的比率非常高，吼、哦，以咱经济数为例啦，吼、哦，咱6800万的这个做特别医生呢，其中都4200万呢，是属于咱的超前的加班费。移民数呢，所列的特别医生内底呢，嘛有一半以上是人力费用啦，吼、哦，这占1800万吼，甲加班费987万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变得医生来补无够的这个加班费呢，本色无意见吼、哦，但是呢，大部分的这个医生拢变得加班费吼、哦，这背后就表示讲吼、哦，这个第一线的防疫人员呢，伊超时的工作吼、哦，情形非常严重，吼、哦，情形非常严重。人力不足的问题呢，有可能随时会即个发生啦，吼、哦。本身会关心第一线的人员吼，防护设备吼，即个部分啦吼，因为拄则即个作者当然拢讲过啊吼，所以我就无爱阁和即个做部长过来答复遮啦吼。即、這个咱警察的认定呢吼，甲咱。国境消防的这个单位呢，人力无够吼，这本来就拢唔是新闻啊吼。如果啦吼，咱是无希望发生，万不一啦吼。如果老咱的这个当前老确诊啦吼，你拄只毛答复的时候讲已经有发生啊吼。这可能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人力的这个做缺口吼。像讲消防系统啦。吼、哦，相对普遍上班的人数吼，拢超半数。吼、哦，如果若发生的时阵，变作讲，咱整个的这个消防单位就等于要停摆了。吼、哦，你若像讲警政系统呢，咱6都的这个做派出所来讲哦，多数拢是26个左右的这个小数啦。吼，差不多啊，对。普通时啊，你带用休困，拢超4至5人、6人，吼、哦，的这个做休假嘛。吼、哦，等于讲有4%的人呢，当时伫咧直勤甲备勤，吼、哦，万不能呢，老人这个发生确诊呢，等于讲迄个主点呢，等于就是这个就无法度继续运作嘛，吼、哦，所以本身要请问部长吼、哦，未来若咱万一啦，若发生着讲警消人员，
诶，这个做确诊病例，咱内政部有做好咱准备呢，相关的隔离处所，或者是各种的物资。啊，一旦啊发生类似情形，咱人力诶，这个调配呢，诶计划啊，啊是毋是完毕啦？是，所以甲委员报告吼，所以我一开始咧报告了，讲咱啊分流分组。甚至如果异地办公，咱这嘛要有准备啦。所以分流分组内底是足重要，较袂讲规组拢规个去了吼，啊，规个那个干部就插起来，所以无人办。所以爱分流分组啦。正经这组出问题的时阵，咱这组马上去地去，跟咱电脑同款嘛吼，有备用的安尼。所以即马开始咧做这种的计划啦。啊，实际上平常时也有这种的计划，但是即个阮阿哥较精细的，佮较幼路的安尼。啊，甲委员报告，阮伫咧。移民署已经有这个经验，就是咧泉州公主号啦，吼，钻石公主号的，阮有五个迄个移民署的人，就是居家检疫啦，因为去接触到，这嘛无接触到讲疑似接触啦，甲确诊疑似接触，所以就必须要居家检疫十四天，我都上班，拢公假，所以阮内底就是安尼咧协商，所以我甲委员报讲，阮家会去做这個、啊，头拄啊管理员讲的这吼、個，阮咧两礼拜来，阮就。较紧来赶这个工课，做好较幼路啊，吼，大家来了解讲，大家放心啦，因为这牵涉到大家治安较安全嘛，是是是，我们尽量来处理安尼。谢谢。啊，你这样吼，最后啦吼，因为时间到啊吼，本席是要提醒咱部长吼，啊，目前咱第一线的防疫人员啦吼，伊的工作量已经非常繁重吼，啊，若无呢，过步吼，也毋免编列遮济，编列遮济，而且咧做超勤的加班费啦吼。啊，所以人力调配问题哦，希望咱部长吼扛咧心肝来，是一定，扛咧心肝来，好，多谢委员指导，一定一定。啊，防疫是真重要，是是。但是啊，咱爱注意到这段期间，咱当然长期以来吼，这个生理甲心理上吼，诶，这个做是不是当符合这个问题吼？啊，请部长吼，一定要多加关心啦，一定一定，好，一定。委员就多多感恩支持啊！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安德，谢谢。好，感谢委员，多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林委员哦，谢谢徐部长哈、哦。那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。